来准备。太难了。哎，我拍《逃出生天使》八年前，真的就把一些环境的故事好好拍出来，是我跟拍别的电影的这个心态不同。至清车间里面的上千个氢气罐如果爆炸，爆炸威力相当于2000吨 TNT 的当量，100平方公里以内的人和动物将遭受灭顶之灾。快点，再快！也是让我们在震撼之余，也对这些消防人员更加崇拜，更加敬畏。往前，再往前！是胖猫灭火机器人。那么这次拍片中啊，也把消防机器人一些装备啊投入到整个拍摄中。这个电影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期最先进的形象出来，然后他们就能冲到人去不到的地方，很危险的地方。这个发工厂也是我们电影最大的一个场景，大了一个化工厂来做很多内容。一个肩章，一个徽，靴子，战斗服，全部都是真的。开始，开始，一二爆！我总共炸了6台消防车，也提供30多台消防车可以跟我拍一些很大的场面。就不知道是真的在拍戏还是真的在拍，就代入感非常强。整个拍片过程中啊，很多的都是我们真实的消防员去完成的啊，每一天我们都在做这些训练，偷不了一点懒，觉得他们真的是好像一个消防人员，付出过努力，然后很专业的，我才觉得会通过这一条。可能一天都要换2身，因为整个消防服都会湿透。小300斤的这个一个重量，要去进行点降，整个人都是晕的，因为我一直在被倒挂的。你只有去体验过这些不容易，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塑造好。灾情严重，所有休假的员立马归队。来的快点，快跑！立即进行支援，随时都有可能再爆炸。是的，是的。没有勇敢就救不了火，没有坚韧你最后就背不了人车。作为我们演员来说，我们都很难以承受，非常难。你都是怎么站起来啊？这种付出生命去保护别人的勇气，所以从那一刻才知道，消防员特别特别不容易。我想把一些我们认为是英雄的人，他最后还是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人，整个过程里面真的感受到消防员的伟大。